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老奶奶推着车子到公园散步。老奶奶出来散步，在跟阿公聊天。走在路上，主管一直打电话来，急匆匆地走过去，就不小心撞到在公园散步的老奶奶。我留心啦，刚好该赶快了。还回到家以后，觉得很愧疚。好几天以后，青青走在路上又遇到了同一个老奶奶。阿妈要把客啦，我好冷气。这次青青选择主动向前帮老奶奶提水。出院后，琴琴还是会时不时的去关心阿妈。多一点陪伴，少一点孤独。关爱独居老人，人人有。